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折一头大象的头部。首先准备一张正方形彩纸，两边进行对折，再这样对折，打开，这边角沿中线向上对折，翻过来，这边角同样方式折，从中间撑开，两边角这样对折到一起，开口这边，两边角沿中线对折，打开，沿折痕这样向内折，折成这样，把这个角这样向下对折，这边也同样方式折，都再打开，把这个角沿刚刚折痕边对折一下，这边也同样方式折，把这个角向上对折一点，再把两边沿中线对折，捏住这个地方向下拉，折成这样，这边也同样方式折，把上面这个角向下对折一点，把这个角向上对折一点，这边也同样方式折，翻过来，贴上眼睛，这样一个简单的大象头就折好了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